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天要来大家小解，这里就是旧，旧到修缩，也阁有缩和安的意思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旧段，原来是安尼写，就是讲一款会当扣扣安，也阁会当放可能会春旧的线，内底有亲像树链的物件，一般用伫咧袜啊，也阁有裤段。第二个词就是旧筋，这个意思就是讲血筋强强，牵绊的疼，较无多叮当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。譬如说阿公的鞋子旧段拔不好洗，一个压下去拔无洗二线旧筋，害阿公疼到哀哀叫。今天的小解这一日旧提供给大家参考。